现在是上午9点，大家好，我是阿根廷全球抗疫委员会紧急协调组组长刘方友。我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微信信息开始的。阿根廷爆发疫情以来，我们就成立了全球抗疫委员会，帮助阿根廷侨胞和当地民众抗击疫情。自阿根廷有同胞确诊以来，我们收到了几百条类似的咨询和求助信息。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把时间也发给你了，你自己看一下哈。九七到那边也在10点钟，到12点钟之间。现在是中午12点，我要和确诊新冠肺炎的同胞沟通一下他目前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前天做的检测，今天得到医院通知确诊。经过我们沟通以后，我们打算先送去防疫口罩和联发清瘟胶囊，再协助他们入住阿根廷隔离酒店隔离。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我还要和义工团队进行微信沟通，综合一下今天的情况，晚点再与阿根廷全球抗疫委员会的总召集人何文强主席汇报一下今天收到的求助信息。处理完这些事情才能睡觉，是担任全球抗疫委员会紧急协调组组长以来每天都是如此。我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阿根廷和世界各国人民将很快战胜疫情。